喂，你想什么呢？我在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你喜欢吃什么水果？苹果。草莓呢？也行。在跟顾南舟恋爱之前，我也想不到像他这种一本正经的冰山脸有一天会背着你偷偷看完土味恋爱大全。不道歉就算了，现在给我发个巧克力券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就不值得你花点时间挑个巧克力吗？你到底怎么了？手机都快被你摔坏了。没什么，我们继续画吧。到底看没看？也不回我消息。南州，是不是还没有吃午饭？我给你准备了鱼片粥和沙拉，吃一点吧。以后喝粥只能喝女友特供版，不然你就死定了。还是给简小川吧。我不饿。我以为周建清是说着玩的，没想到你这么当真啊。现在的女孩子谈恋爱真是跟我们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我有个小侄女，谈恋爱跟闹着玩似的，也是跟青青这个年纪一样，给自己男朋友定了一大堆规矩，不许男朋友做这做那，男朋友要是跟女生多说一句话她就要发火。不过对自己嘛，又是另外一套规矩了，跟别的男生搂搂抱抱打打闹闹，还不许男朋友说她，多说一句就是不够爱他，不理解他。你说这不是闹着玩吗？不能喝鱼片粥，沙拉总能吃吧？你下午还要开会，难道真的因为这个原因饿肚子吗？按照约定，这东西我到底能不能吃？